熄灭陈氏老宅里的油灯，这是平凡的一天。合上纸张泛黄的地方志，这是平凡的一天。钟声报时打断了演算，这是平凡的一天。钻进星光下的帐篷，这是平凡的一天。一场做到凌晨两点半的手术，这是平凡的一天。深夜批改完最后一份学生作业，这是平凡的一天。日记一日，逢高即贵，春去秋来，淡复淡兮，持之以恒，终成不凡。数十日朝暮，一部宣言，点燃革命星火燎原。30年寒暑，八策图籍，挥毫历代疆土河山。60载年华，星火相许，探究浩瀚真理无限。16轮春秋，与祖国之巅采撷生命之种，用脚丈量西藏山川。几代人传承，脱去白大褂，教书育人；穿起白大褂，将死神阻拦。20年支教，偏远村落，30讲台，为万计农村孩子描绘明天。这是平凡的一天，这也是复旦人勇于追梦、拼搏奋斗的一天又一天。这是平凡的一年，这也是复旦人心怀家国、服务奉献的一年又一年。日记一日，初心方得始终，淡复淡兮，平凡终成伟大。